大家好，这个海猪哥刚看完这届四的第一集，已经是看懵了。哎，我已经不知道是用哪一个片段给这边的老外看了，所以做这个视频就是想让大家给海猪哥一些些的建议和灵感。你觉得哪一个片段是需要让老外看的？因为我觉得都太猛了。留言或者直接弹幕啊，弹幕慢慢给我刷刷一下，你们觉得第一集哪一些片段是值得给老外看的，最好的这些片段告诉海猪哥。 Peace。